理环境、位置境遇。里斯本是南欧国家葡萄牙的首都，位于伊比利半岛的特如河河口，西濒大西洋，是典型的海洋城市，同时也是欧洲大陆最西面首都。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，里斯本是当时欧洲最兴盛的港口之一。里斯本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，面积 84.8 平方公里，人口 56.5 万。与一般的主要大城市不同，真正的里斯本市只局限在其历史城区，而其周边的地方则发展成其他的城市。事实上，这些城市也属于大里斯本的一部分。城市的西边是欧洲其中一个最大的公园 Monsanto 森林公园，该公园占地10平方公里。里斯本气候，里斯本北面为新特拉山，葡萄牙最大的河流特如河流经城市南部，注入大西洋，受大西洋暖流影响。里斯本气候良好，东部结冰，下部炎热，一二月份平均气温为8摄氏度，七八月份平均气温为26摄氏度，全年大部分时间风和日丽，温暖如春，舒适宜人。里斯本是欧洲其中一个气候较温和的城市，整体来说，里斯本一年平均有3300个日照小时和100日下雨天，春季时阳光充沛。